你把林家这间厝霸占，你阁用老夫人，还阁有国庆的性命安危来威胁我，把我霸伫个遮，你的目的是啥？你的目的就是想讲，是毋是有机会会当加减，甲子孙见一下面？硬手来的，这根本都无算是一个家，这一点仔温暖拢无。哥哥，都敢那会当叫做露霞啦。宋凌空，你演大把。身体好高温，无把我妈卡着，啊，无即摆你手指我剁断啊。子孙啊，你等来啊？怎么等来？我来看我妈，我不是大家。你喜欢的巧克力蛋糕。我刚好就想要吃这个呢。哇，我今晚就吃看看。好吃吗？就是不同款，很好吃。你喜欢吃就好，那我先来。子孙啊，来就来啊，赶紧要走要创啥？咱做伙吃宵夜啊！吃什么宵夜啊？看到你我就饱了。你今嘛要走，妈妈嘛袂怪你。宋凌风，无你今嘛是超过伊搞作对啊！是你甲子孙作对的呢？子孙要走，你无爱让伊走，顾人外的人是你呢？你哩无想要让我走？好啊，家己要牙价。那呢，我就跟你算账。咱两个爸仔囝之间是有啥物小通算啊？哈？安怎？无想要承认哦？爱我提醒你，还是要跟你讲啊？还是要提醒我啥？啊，什么代志我都唔知影。跟你定亲。好啊，那你讲我清楚。你把我查某囝害死这条小。够免算，你又搁要讲这件代志？我著甲你讲过啊，这件代志甲我无关系，这毋是我设的局啊。当初你冤仇人找无你，牵拖着我甲丹青，我查某囝连都无去啊。子孙啊，我知影你因为这件代志做怨恨我的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是无辜的咧，你想看卖？你的查某囝，那是我的孙呢，我哪可能会害伊啊？那也无可能啦！啊，你客运单亲哦，把子孙抢走啊，所以你怨恨伊，你啥物代志做袂出来？对，虽然我真正看宋丹青足惨目的，啊，不过你嘛袂用因为安尼，就把所有死人骨头的代志拢算来我头壳顶啊！那车祸真正跟我无关系啦。一变惨，百世惨。我在讲，你做差已经做几啊百遍啦，所以哦，你即马讲啥拢无效啊，无人会相信你啊。你，子孙，你想我清楚？就算我真正要对宋丹青出手，嘛无可能经你伫咧车顶的时阵啊。你是我的后生呢。我哪有可能含你拢害惨落啦？好啦，佮想要嫁我袂要紧啦，反正就是因为你，我搬落去地噶。杜光亮，只要我活咧，你上甘要家己一个人行咧路哩？妈，我先来。子孙，子孙，子孙！哎，卖个话啦，就算你画画难熬，你子孙。也袂插你个啦！你佫敢讲？就是你伫遐遐查天花道啊！使人拢佮子孙的感情，子孙才会离我愈来愈远啊！莫袂使哦，牵拖厝边啦！明明就是你歹心毒意，为非三错，所以子孙才会遮尔啊怨恨你。你要怪谁？
宋玲浩，你别走，我话还没讲完，你给我回来！宋玲浩，你给我回来！你这大白痴！宋玲浩，你给我讲清楚，你到底是安怎杀人死神的？是安怎伊今嘛比较早更加旺问我？敢需要我杀人？你家己扪心肝想看卖咧，你的所作所为，敢有法度让子生爱你？是安怎无法度？我替子生把所有伊的物件拢给偷回来，我为伊做遐尼济，伊唔然唔接受我，搁得到怨恨我，一定是你。在行的行旁边讲我的歹话，伊才安尼对无？你竟然有法度讲到这尼啊直哩直咯？当然，我无说你害子生的阿妈。为公行下落去，你趁我无注意的时阵，你甲切杰叔还阁空白支票摕走。后来我问你的时阵，你讲啥？你讲你啥物都唔知啊？那是我要摕来对付林家的武器，哪有可能甲你这白骨查某讲啊？搁再讲，若不是伊靠宋丹青害我等于坐家，拍断我的计划，那无我早早对林家下手啊！林家。无想啊！你是安怎要陷害所有的人？而且一届比一届更加粗残。杜光亮，你的良心真正去予搞破去啊？是？你嘛在这个社会，若是要成功，就一定要不择手段。你这唔那是叫做不择手段？你是个人？逼到走投无路呢！你先是来寻通外鬼，设计经营医美，闹出医疗纠纷，然后用迄张空白支票，甲林家所有当用的资金都乌空啊！林家这几个都放弃啊！我若是无安尼做，是要安怎逼林国庆放弃一切，用上低的价钱，甲金银衣卖卖掉啊？无唔对，你是成功啊！你甲林家的钱全部拢我做啊！然后呢？然后你佫串通万朝宇，叫伊来做你的人头，你骗国庆，甲金银衣卖卖予你。其实你用的全部都是林家的钱呢！你这种卑鄙、无耻的手段，注定无好卖，到死无人靠。子孙会看你无，拄大好尔啦。你讲我卑鄙，你唔只是忘恩负义啊！你莫袂记。当初林家是安怎甲你糟蹋，安怎甲你凌迟，然后当作狗共款一脚甲你踢出门的，也不是我，你即马甲你家阿罗做流浪狗啦，哪有通像即马安尼，食好、穿好、过甲这么爽啊？卖讲到这尼啊好听啦，哎呀，讲起来哦，其实你嘛是真可怜的。若毋是你把我硬把伫咧你的身躯边，恐惊你连自身的一记头毛你拢看无。宋凌风，你确定你要继续安尼讲话刺激我？都是你这种卑鄙、无耻的面相，自身。才会怕死，无愿意对你说多。搞点咪？你怕？你怕愈大啦愈好。安尼我的身躯才会有伤啊！我才会当去找子孙去甲伊斗，叫子孙离你愈远愈好啊！你怕？你怕？恁爸袂瘾浪费手尾来拍你这个大白痴啊！恁爸，恁爸不是叫你把这些相片拢摕去掉？你怎么搁挂遐？是要创啊？当作我讲的话放屁哦！今麦才是我的房间，
我想要安怎做就安怎做，无你想要安怎？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来，我甲你要做的代志哦，来录影起来，来，你录下了，子孙对离你愈远啦。来，来写啦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我录影哦。我见过你啊，上好卖阁用子孙来压我。那无等到阮爸仔囝若甘心美工，就是你的死期到啊！无可能啊！乔，你哪会大概拢乌白话啊？我没有。老师就甲你讲，你要从一数到十。你最喜欢哪话的啊？我有一到十，有把圈起来不让它爬走。哈哈哈！你连一十都不会数，而且都乱画。我这才是鲨鱼，你那个怪物，哈哈。哎，伟大呢？我画的就是鲨鱼，明明就不是。王巧巧，你这个真正是唔对啊！你看你的衣料啊，哪会走去高啊？那是二啊！哈哈哈，你好笨哦！哈哈哈。李先生，去遮就好啊啦！我等下再甲其他的老师来处理。啊，这样。哎。啊，他拄啊吼，副班遮的物件，啊，你车有到，我袂去甲你看啦。不要紧啦，啊，车顶无啥物贵重的物件，而且我两面就要离开啊。哎。这位林叔叔啊，伊送足多恁需要的物件哦，紧甲恁叔叔讲谢谢。谢谢林叔叔。来，跟我再说，一定有不幸的代志发生，对恁不好。来，恁来看，看林叔叔拢送恁啥？谢谢叔叔，叔叔是天使。你们看什么？老师，你先把人传给你弟。好，来来来。我不要紧啦，有的人哦，本来就不介意人跟身体接触了。啊，谭若叶小朋友是走去倒位啊？伊应该哦，是走倒去伊的房间啦。你别烦恼，我等下去甲安慰一下。大家不是吓我，就是骂我，我不喜欢这里。老师说，车子跑得比较快。小妹妹，是的啦，啊，不过这近我真正没有好代志。